众生离苦啊！下回我们带多一点钞票去非洲撒一撒，好不好啊？非洲需要钞票啊！啊，最好包几部飞机，然后用食物空中投下去，投到也门，投到伊索比亚。哎呀，那边现在好可怜啊！啊，国家被锁住了，两三千万人慢慢饥饿生病而死啊！那所以希望大家做甘露王如来，走到哪里都能够布施甘露。再来，南无阿弥陀如来，所有众生业障消除，内心清净，永离三途，往生净土，将来成佛，普度众生，同生净土。南无阿弥陀如来。哦，所以念佛很重要，更重要的，今天我们放鱼，念一下南无宝髻如来，所有海鲜水产消除业障，不遭捕获，安享天年，离苦升天，将来成佛，广度众生。南无宝髻如来。所以每一个佛帮助我们现在快乐，未来快乐，就近快乐，将来成佛，普度众生。再来，南无释迦如来，消除病苦，消除业障，不退菩提心，五浊恶世，永不退转，成佛度众生。事实上，地藏王菩萨就释迦牟尼佛示现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地藏王菩萨可以在地狱恶鬼道度众生，永不退转。而且我们看到地藏王菩萨、观音菩萨很容易就发菩提心，这功德。然后呢，这个就是大悲心啊。我们修学佛法不要自私，自私那是一种执着，会痛苦。你儿子在生，每一尊佛，每一个经典，每一个出家人，每一个阿罗汉的功德，还不如慈悲心布施众生一颗米的功德。地狱啊，最高的天，最远的世界。然后呢，如果你用这样想的去供养，那不得了了，那你等于做了成佛，带一种圆满的佛的心，然后呢，来上供下施的心态，就是菩提心。所以我想，我们透过做烟供也好啦，布施一杯水啊，除障碍，供养六道众生皆离苦，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人说我是为了钱来念经的，我是为了钱来做什么的，那人家就看不起出家人。那不是破坏出家人吗？那你一个出家人不好好做，就破坏所有的出家人。那很多人说，哎呀，我们那些出家人都贪财好色的，然后所有出家人都完蛋了。那大家对出家人失去信心，那佛教就快灭亡了。所以我们经营这么多寺庙，我发觉这沿路这么多寺庙，然后呢，有时候有些人住持也好啦，管理人也会当作这个地方是我的。啊，变成私人财产的观念，在经营佛教，那等于在开商店。如果你在开商店的话，那造的恶业可大了。这一点永远记住啊！就像各位刚刚供养出家人，大家辛苦赚来的钱供养出家人，那出家人如果没有好好修行，等一下跑去找女人吃肉，那保证你要下地狱的啊！但是你在家人供养，你不会，因为你的心态是平等心、报恩心。啊，你的心态没问题，但是出家人拿了这个钱，拿去交女朋友，啊，拿去做坏事，那是他消你的业嘛，啊，我们同情他，那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各位这个一定要分清楚，来到寺庙就是追求清净慈悲，你在世间做生意骗来骗去也没办法，寺庙千万不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怡保有这么多的寺庙非常好，但是呢。那各位，你接近寺庙要小心，不能做商业化的经营啊，啊，不能成为一个政治占有的地方啊，不能成为私人的势力的地方啊，那不然我们就在骗佛陀了，对不对？骗地藏王菩萨了，
地藏王菩萨慈悲，观音菩萨慈悲，结果人不慈悲啊，但是假装慈悲，白天给出家人，因为刚出家嘛，负责打饭，结果他打饭打饭不小心有七颗饭掉在地上，他想说，哎呦，掉在地上脏了，他拿起来，嘣，吃掉以后变成一只蛇，这只蛇在空中一直滚，为什么？七颗火球一直穿他的身体，他痛到没有办法停止了，为什么？各位，因为他们抓鱼，男人负责抓鱼，女人负责切鱼煮鱼给人吃，所以负责抓的被杀掉，佛陀成佛了呢，结果他三天头痛到快裂掉一样，快裂掉，为什么？他那时候做小孩，他还在喝母奶，所以他怕你很肥被抓了，被砍了，被杀了，所以你听我这样讲，佛经这么说，你还敢吃鱼，代表你不信因果，这是公家的，佛陀的，世界众生的，不是你个人的，一毛钱你都不能侵占，你到寺庙中心的人就用各种方法去募款啊，捞钱啊，弄了一大堆，看谁开的大，谁功德大啊，然后这样以后大家就看，不要买卖出家人，买卖三宝等于卖自己的爸爸妈妈，卖他给人家杀掉，那卖自己父母给人家杀，你可能不下地狱嘛，死了还在地狱受苦，大家都一直给他回向，所以这一点啊，我今天讲到这个啊，供养很重要，但是不能利用信用啊，念咒没有用，念咒必须要他有一个基本的慈悲心、平等心，而且安住在空性无分别，念咒向各位去灌顶，那咒就是一种愿，我要跟地藏王菩萨一样，所以我念地藏王菩萨的心咒，嗡欠了地也差不多啊，你的心发愿要去帮助众生，而不是念咒来赚钱或是念咒来发财啊，念黄财神咒不是我发财，钱去念黄财神咒，那就不符合大乘佛教。什么叫大乘佛教？念一下，不为自己，只为众生，那才叫公乖乖。那你连小乘都不如，你们小乘还是为解脱在修行，为脱离轮回在修行。我们只是追求一些世间的快乐了解。那我们为什么要念这个咒？就刚刚讲，念多宝如来，不是你发财，而是众生都发财。众生将来都成佛，因为你有这种大悲心，土地都涨五倍，那你家当然涨五倍啊！啊，你怎么可能一直祈祷我家涨价，别人降价？那别人降价，你一定降价。所以佛陀讲这个空性，就代表互相影响，帮助众生就是帮助自己，啊，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所以我们去出卖佛教，出卖三宝戒律，要相信因果。所以各位要用这样的心态来办道场。来利益众生，而不是在拼大拼小，啊！女人吓坏了，啊！心里晚上睡觉都会，都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老婆叫阿碧啊，那个叫阿慧啊，叫错，内心不清净，内心不清净，念咒我没有用。所以各位要讲真话，像我在这边讲，那如果我私底下骗人，我保证下五五。所以各位在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到快乐，不是因为有钱。而是坦荡荡，叫清净，里外如一，心口如一，坦荡荡，啊，一点都没有欺骗，没有虚伪，那你这样觉得叫清净，清净就这意思。所以就像你银行多布施帮助众生，你自然改变你的命运，而且最大的快乐不是赚到钱，最大的快乐是我能够去布施，啊，就像各位刚刚就。天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菩萨树圣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十亿倍。上午8:30，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新逢观音菩萨圣诞前夕，特
刻举办清明报恩孝亲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联络订阅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上午十点，新竹普元佛道院新逢观世音菩萨圣诞，特举办北区灵成一千倍。上午八点半，台中五方讲堂八关斋戒暨药师法会。联络电话04-2238-9987。四月六号星期五，普贤菩萨圣诞，距十月地藏菩萨清明孝亲报恩梁皇圆满法会暨年度功德主点万灯圆游会。联络电话05-225-5888 05-216-6700。四月七号星期六，聚生共万水慈悲施食暨梁皇法会圆满。联络电话06-571-911906-213-1112。四月八号星期日，念卢舍那佛大势至菩萨持斋除罪一千劫，聚十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上午十点，高雄和春技术学院大发校区篮球场梁皇圆满日，南区联合举办护生、点灯、药供暨大蒙山慈悲施食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7-710-352255699117221749221-2323。四月十号星期二，聚十月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下午三点，屏东台糖公司屏东区圆环殊食享宴，点万灯、供万水、护生、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8-751-6018。四月十二号星期四，聚十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上午八点半，云林观音讲堂八关斋戒护生、点灯、供水、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5-633-1565。四月十四号星期六，念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持斋除罪七千劫，聚十月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一千倍。上午八点半，台中五方讲堂恭诵药师经、持诵药师灌顶真言暨四十九天药师法会圆满日。联络电话04-2238聚十月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九千亿倍。上午八点半及下午一点半，八关斋戒暨海涛法师与竹奔仁波切慈悲座谈。联络电话02-2951-0355。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特举办清明孝亲报恩梁皇圆满法会暨年度功德主点万灯圆游会，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四月六号星期五上午九点半，地点嘉义慈悲湖，地址嘉义县中埔乡河路公馆70-56号。联络电话05-225-588805-216-6700。法会圆满日备有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上午八点于嘉义生命讲堂、嘉义中心及嘉义车站备有接驳车。清明孝亲报恩生命电视台南麻豆护生园区举办护生、点万灯、供万水、慈悲施食暨梁皇法会圆满回向，恭请海涛法师主法。日期四月七号星期六上午十点，地点台南麻豆护生园区，地址台南市麻豆区安业里80-1号。联络电话台南麻豆护生园06-571-9119，台南道场
0621311112，台南西区中心0625891177，高雄路竹中心07607-3377。